快走，开门。谁呀？你家夫人呢？夫人交代过，谁也不让进。让开，我们执行公务。你们让开。管好院内通道，让他们给我跑了。是是。我跑什么跑啊？我在这儿不是很好吗？哼，原来是周处长啊，还带了几个姑娘呢。快请进吧，进屋喝杯茶。里面坐吧。上茶。林队长，你不是第一次来吧？周处长呢？老朋友了，老关系。有人还说这说那的，要他们管呢。周处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嗯。今天呢，有这些姑娘在，你还变得脸皮薄呢，不好意思了呢。少套近乎，我们今天来是要查一个案子。查案？查什么案子？都查到我这儿来了。谋杀案，准确的说是谋杀亲夫案。谋杀亲夫案？对，你谋杀了你的亲夫宋若水。笑话，我怎么会谋杀他呢？我为什么要谋害他呢？这正是我要问你。我没有。那你知道凶手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哼，不是你，那你为什么要编一个弥天大谎，埋一座空坟？空坟？什么空坟？棺材里什么也没有。不可能，宋若水的尸体难道会自己跑出来吗？这不可能。这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宋若水的尸体的确会跑，而且跑到了一个山洞里去了。我们已经发现了。你这是天方夜谭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你这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我们都已经看见了，棺材里确实是空的，那你们就是见鬼了，眼睛花了。不信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过去看看。哦，好啊，走吧。行了，来，打开。主人，有人。不可能啊。真的是宋若水啊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是宋若水呢？这是谁呀？是不是宋若水？你们这是欺负人呢！欺负人呢！
是宋若水，确实是，这才是真正的宋若水。可问题是，宋先生被害之后，我在宋家作坊的现场看到的是一个满脸血污、面目全非的宋若水。但现在的宋若水面孔好好的，难道死者还有生长能力，能自我修复伤疤？翠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呢？你们问问死人好了呀。岂有此理，明明是你动了手脚。说怎么回事。说呀，你说怎么回事。好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。翠云，宋先生确实是被害的，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。我们现在只想找到真正的凶手。周处长他也是一片好意，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若水啊，他们欺负我，你要替我做主啊。撤。好。奇怪了，真是太奇怪了，这棺材明明是空的，一夜之间这尸体就又回来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原来我们在作坊看到的那个宋若水的尸体其实是冒充的，真正的尸体是你所看到的尸体，在地洞的山洞里。作案者认为把尸体放在山洞里非常安全，或者作案者有其他的考虑，总之他们一直都没有把尸体拉回来。而在新地道被发现后，特别是知道有人已经进入了山洞，这个时候他们才把尸体转移到了某一个地方。而他们得知你挖开坟墓之后，一夜之间他们才把真正的尸体又放回去了。对，有道理。瞒天过海，但是又做得天衣无缝。不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，他还是留下了破绽。我注意到了，这个棺材里的寿衣是崭新的，崭新到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完工。还有，由于他们比较仓促，死者的脚上甚至连鞋都没来得及穿。这又说明什么？就像你分析的，是刚放进去的。何督察员，你真是了不起啊。哼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这只是一般的常识。我不过比你们细心一些罢了。情况看来确实是这样，不过没有旁证来证明啊。你想想，尸体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自己跑进棺材里去的，肯定有人把他从藏匿的地方拉出来，穿上寿衣，然后再放进去。那么做这些事情当然离不开寿衣店。我们江城到底有几家这样的店？懂得丧葬礼仪的又有哪些人？我想这个该不是很难查吧。哎呀，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这就去查。
是曹先生啊，夫人正等您呢，里边请。好。曹总，你来了。啊。快请坐吧。好。来。请坐。我来看看。你怎么跟没事一样？你听说了？全城都在说。满城风雨，哼，你倒沉得住气啊。谢谢你来看我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敢来。再大的事我也敢来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相信你翠云会谋杀亲夫。如果是真的呢，你还敢来吗？交代，不然我毙了你！如果是我说，我老实交代。来，坐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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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！你翠云是我的朋友，既然是朋友，我不管你发生多大的事，依然是你为朋友，我曹海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算我翠云没看错人。夫人不好了，他们闯进来了。谁这么大胆子？哼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寿衣店的老板已经承认了，是你翠云指使他干的。你听说我们行动了，立刻找到寿衣店老板，让他连夜把藏匿好的尸体重新放进了棺材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要把你抓起来。来人！是，别动。是曹总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呢？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？我听说你姓周的欺负人，欺负一个女人，我就赶来了。哦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英雄救美啊。啊，他是个杀人犯，你能帮他吗？我就是要帮他。请问周处长，他为什么要杀害亲夫呢？此人不守妇道，淫荡成性，可能是他的丈夫发现了他的奸情，他怕暴露，所以便起了歹心。请问周处长，他的奸夫是谁呢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他的奸夫就是你，你就是同案犯。什么？我是同案犯？笑话！翠云，你说，同案犯是谁？奸夫是谁？确实是你。我和你私通已经不是秘密了，宋若水就成了你的绊脚石，于是你便导演了这出戏，亲自动手杀了他。你杀他的时候是瞒着我干的，
我并不知道，可是后来我知道了，我并没有揭发你。对，我是有隐瞒包庇罪，可是现在我已与你断绝了关系。你多次来纠缠我，我不理你，你恼羞成怒，倒打一耙，栽赃于我。照这样说，你周松元是真正的杀人犯，崔云、充其量是个同案犯。胡说，胡说八道！我倒成了杀人犯，哼，开什么玩笑？啊！我现在也被你们弄糊涂了。不过，按作案动机来说，翠云和曹总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周处长，你和翠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是老情人，这不假。我们也曾经成双入对，公开出入，那也都是真的。可我们已经分道扬镳，形同路人了。周处长，那你和翠云说的是一样的？我可并没有杀人呐、啊、这怎么能证实呢？搅来搅去都搅成一锅粥了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回去请示一下何督察，反正人又跑不了，你说呢？我为什么要跑啊？我就在这儿等着。好吧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撤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多谢你了，曹总，你真是个好人，像是个男子汉。你也够大气的，我佩服你啊。那你想不想听听这里面的故事？如果你愿意讲，我就愿意听。我知道你想满足我的好奇心，翠云的故事一定精彩。魏司令啊，要搬家，说这别墅不安全。我看挺好的。司令说的是对的，要多加防备为好。哎，夫人，小雨他来信了吗？没有，连个电话也没打。我打电话过去也没人接。那他可能住校了吧？那也得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吧，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可就是不懂事。也不是这样的，他说啊，让我抽空去南京找他玩呢。是吗？楚参谋。夫人，车在外面，要让我说，把那些重要文件和该拿的随身物品带上就行了。那边什么都有。说的也是，楚参谋啊，这密码箱你可要保护好啊。嗯，右边这个。对对对，就这个，把它亲手交给司令。是夫人，我一定亲手把它交给魏司令。啊、哦、夫人，卧室里有一个大箱子，你让楚参谋帮助拿出来吧。啊、哦、行，你跟我来一下吧。好，在里边呢。楚参谋，来，辛苦了啊，搁这儿就行。对，就放这儿就行。哎呀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楚参谋，那你去吧。好，夫人。夫人，我觉得这个楚参谋怪怪的，你觉得这人可靠吗？魏司令挺信任他的，应该不错吧。
是密码专家。这怎么回事？不是说那份会谈纪要在里面吗？是啊，魏夫人亲口说的，说里面有重要文件，怎么会是这些东西呢？对了，肯定有人调包了，是孙悟，就是他。这么说，那份会谈纪要是在孙悟手里？他肯定知道全部情况，他自始至终都在参与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这个楚参谋果然是内奸，他拐了一个地儿，还去见别人了。哎呀，要不是你随机应变，可就出大事了。夫人，楚参谋，见到司令了吗？见到了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密码箱拿错了，司令让我回来再拿。你这个内奸，还在撒谎。你根本就没见司令，去见你的主子了。都知道了，志国，是你在跟踪我吗？魏司令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背叛魏司令啊？哼哼，我背叛？你们才是背叛！你们私通共匪，快把文件给我拿出来！哼，你这个叛徒内奸，司令是不会饶过你的。哼，谁死还不一定。快点！把文件拿出来。不可能。那就不客气了，我自己拿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别动。顺姑，再动我开枪了。顺姑，把东西给他，让他走吧。别动，别呛了啊！姚局长，嗯，魏司令把楚参谋杀了，这个我知道。把那个孙姑给我扣起来。嗯，这好办。哎，注意，一定要保密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好，局长，你放心。嗯，去吧。是。
诉你吗？就像你，你能告诉我你有几个女人吗？这倒也是。哎呀，不过毕竟睡了局长的女人，这心里头不踏实。这倒大可不必，我呀只不过是局长手里的一个工具，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使用，比如把你掌握在手心。你对局长就这么忠心？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，你的真心其实是很想摆脱局长的。你不用摆手，我说的一点不假，可是你不能，你也不敢。算你对我们军统的情况熟悉，你说的话的确不假，只要挂上军统，那你这一生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背离，否则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你到哪儿，他那种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力量会将你碾得粉碎。当然他的允诺也是有效的，让人羡慕的。唉，你是个明白人，那何娜他们真的相信你了吗？有几分吧。何娜这个女人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东西。那林丹的事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啊，但是听姚梦德说，林丹的事其实是瞎说，是子虚乌有的。那为什么要煞有介事的宣扬？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计谋？你管他呢，反正这已经不是你的任务了。你这个女人什么都想要啊。我现在就想要你。老魏啊，你东西我都收拾完了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啊？哦，夫人，我决定假不办了。为什么？除参谋的事件教训了我，人是第一位的，这人要是可靠，到什么地方都安全，人要是不可靠，你就是躲到哪儿也不行。不办也好，我制作的那些标本啊正愁没地方放呢。我原来啊也担心这地道不安全，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利用起来。不办了，加强警戒就行了。哎呀，多亏了顺姑啊。别看顺姑比我们家小雨大不了几岁，比小雨他呀成熟多了。哼，真是没法比啊。咱们家小雨啊，从家门到校门单纯得很，顺姑就不一样了。夫人，你知道顺姑是什么人吗？你早就看出来了。
有吗？我也是逐渐才看出来的。难怪共产党得天下呢，像顺姑何娜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优秀人才都聚集起来了。南京能不败，南京不败，天理难容。是啊，小雨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他不会出事吧？夫人别担心，他会出什么事儿？哎，对了，顺姑该回来了吧？楚参谋的出卖说明姚孟德已经察觉到了魏司令的动向，你可能已经暴露了，但是眼下你又不能搬走。嗯，魏司令身边太需要我们自己人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嗯，顺姑啊，斗争现在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最好也不要见面了。还有曹海那儿你最近也不要去了。怎么对他不放心呀？我才不会呢，我有啥不放心的？鬼丫头，装什么装啊，没事儿，到时候我帮你看着他，你放心。曹海其实根本就不是翠云猎获的目标，他只是在做戏。何娜姐，你一定要小心，我看那个女人不是个好东西。嗯，这个人需要防备。嗯，不好，有人盯梢了。何娜姐，你别动，你千万不能暴露，我去把他们引开。小心。顺姑，你可回来了，没出什么事吧？啊，没事，有几条疯狗追着我咬，还好被我打跑了。喂，啊，何督察呀，顺姑她回来了，刚到家。明天你先到山洞，然后找我。好，好，反正我也没事。那好，明天见，晚安。顺姑啊，何督察还惦记着你呢，以后啊晚上就别出去了。好，早点睡吧。惊蛇，蛇已惊起，怎么办呢？这就不好办了。没问题的，姚局长，你放心，他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我们啊，一定会抓到他。算了，行动取消，你们走吧。是是。姚局长，
指望这两个人能办成什么事儿？这号人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太了解他们了。哼，他们把暗事搞成明事，这事就弄不成了。